更高速的，所以听说今天早上有人已经关冷气啊，加速到了时速99的这个高速来去做刹停换道，而且成功的完成了刹停换道啊，这个就代表啊，你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什么 Lancer 这个优异的车体刚性以及刹车的效能，再加上这个车身主动的这个循迹防滑系统以及车身稳定系统啊。然后我们今天的学员人数又这么的多，在完全没有休息的状况之下，这些车子连续的这样子就刹车啊，都没有任何的衰退啊。那么现在两位一级教练呢，开始做了一个这个并甩的一个这个表演。那其实昨天我有稍微偷偷的看了一下这两位日籍教练的这个练习啊，然后呢最后面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桥段啊，我们没看到，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一样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最后的表演桥段会是什么。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呢，从这个石油湾出来的地方加速哈，到哪里可以到90，到时速100，我想你们都很清楚啊。所以在这一段上面，你也可以知道啊，这个他们是用这样高的一个时速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摆尾的动作哦。翻的话要锁，他也没有锁。来，我们鼓掌。